站在登山口回看自己的人生。陈恒生三岁时，父亲便抛家弃子，他是单亲妈妈抚养长大的。实力派演员施亦男，绘画天分出众，人生正要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缤纷，罕见疾病便来叩门，视力近乎丧失。妈妈昆策原以为儿子长大终于苦尽甘来，你不是有去大病院检查？没想到竟是一场空。他一方面心疼儿子的遭遇，另一边又得压抑自己满心苦楚，用最乐观的一面鼓励恒生。一位在人生旅途中逆风而行的儿子，一位在黑暗的尽头仍然看不到光明的母亲，坚毅又细腻，苦情却正向。金钟影后陆毅静，大爱剧时光经典系列《光明恒生》，11月1号到7号晚间8点。